咱们在这吃吧。嗯，行。你要点菜汤。好，谢谢。不是，咱就吃这个呀。这不挺好的吗？怎么了？要您的菜汤。哎呦我，哎，这可真素啊，真绿。就这两个破咸菜，你让我咋吃呀？那我们中午就先随便吃一点，我们晚上再吃点好的，怎么样？哎呦我的天，那你跟女生约会怎么就能点这个？服务员。哎，你好。啊，给我上点那个海参鲍鱼。上点那个海参鲍鱼，然后再给我开两瓶洋酒啊。这样洋酒我们就不要了，我这里呢有一块黑布。好，你打开，像这样。慢慢的把它拉起来，看仔细，洋酒。哎呦我，半瓶。我昨晚喝剩下的，不喝的话那不是浪费了吗？哎，咱就不说这菜有多贵哈，就这齁咸的，你让我咋吃？嗯。你好，您要的海参吗？好，谢谢。这海参也太大了吧，这多少钱啊？这不俩人轻轻松松就吃完的事儿吗？哎呀完了，哎呀我先拍个照啊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别拍。哎，你这给我都弄上油了，我这咋用呀以后？这样，黑布。我们像这样，什么都没有，看仔细，把它拉起来，你会发现。哇，新手机 iPhone 12啊，喜欢吗？我太喜欢了，送给你。真的？当然。这样，我先去打个电话，一会儿再回来。啊，行。你好，您一共消费5888，请问您是现金还是微信？嗯，我等人呢。弄他已经走了。走了？啊，他走了，然后让我跟你说句话。他说那个手机是假的，酒也是假的，然后那个他还给我200块钱，让我把票扔脸上。